啊，祝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带着一个追求更加受恩的态度，甲心意进入这个新的年。会记得，这是完全新的一个日子，卖阁予旧年以前的事甲你颠倒。你的人生一定爱有梦，一定爱有一个愿景。不管你即久的年纪偌济，会记得你也阁有一个愿景爱去追求。研究一句话讲 ，The best is not come yet， 意思是讲上好的部分了未，已经来阿未，也未。不断对家己讲，我人生上水的迄个部分也未实现。咱来安尼讲一句好唔好？我上水的人生也未实现。搁一摆，我上水的人生也未实现。那是上水的人生也未实现，安尼表示你头前还阁有一个更加水的观点。然后要得到迄个更加水的部分，人爱拍拼无？哎，要得到迄个更加水的祝福，唔通袂记你身边有真侪物件在甲你填满。然后你爱专心，你唔通互边仔遐个甲你溜走去，因为咱的时间有限。咱的年龄、体力有限，咱的金钱、咱的一切拢有限，所以要伫真有限的条件内面达到迄个更加水的未来，只有第一条件。多谢，咱真多谢小华弟，电视讲，咱若尽力，会安怎改变这世界？会你几多多谢讲真个讲假？基督徒有法度通改变这世界吗？真的吗 ？OK， 你要安怎改变这世界？人生伫这个只有啦，因已经做出来了。因所将所相信的，嘛是上帝伫圣经内面甲因应允的，因做出来了。因的人生伫遐，两代死的人拢伫归世间啦，但是因所得的果子，搁留伫中华有。基督徒若尽力会改变这世界，即摆问题是，你甲我，咱的功课、咱人生的路也在跑走，也在跑走。咱有可能到咱堕落以前，我来咱结真侪规矩，留的吗？这还阁是一个 question mark， 还阁是一个谜底数。幸福教会伫遮的存在，真正会当祝福，会当改变中华吗？会啊未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好啦，会当改变啦。即个问题是，咱要安怎改变？迄、那个幸福教会要真侪中华的祝福，真侪改变中华，真侪无好的物件要改变。但是，你有伫遐无？还有呢？你有伫遐无？我有伫遐无？我想。应允上帝，应允拢白白伫遐。迄、那个应允是真个，我拢确信。即马问题是，因为咱的信用伫咧甲咱讲一个个，讲一个头前的印象。迄、那个信用、信心若无，啥物是死的？信若无，啥物是死的？行为。信若无做是死的，信若无行为是死的。所以不管你心内你相信。我将来安怎？我将来要安怎？你心内有迄个心，爱内心有迄个心，爱深信。即摆问题是，你若无 take action， 你若无行动，你所谓讲拢是白日梦啦。你敢若是一个白日梦，最白日的。即摆一项是讲，一项你爱相信。咱爱相信，咱会当改变这世间。咱爱相信，咱人生更加水的部分也会实现。但是咱嘛知家己的体力拢真有限，有只西瓜佫甲咱讲一句话：，若牵手，会安怎？若牵手会安怎？唱唱会袂记个囡仔。若牵手，咱的人生会安怎？会佫较好。牵手的意思是，毋是做红布，无一定爱做红布啦。牵手的意思。咱若要达到迄个搁较水，而且个 future 搁较水的未来，
你身边绝对爱有人甲你三角相牵三针，因为两个比一个安怎较好，三个比一个搁较有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是你的人生为了要达成更加水的梦、更加水的价值，你我咱的人生唔通孤单，你我咱人生唔通有伤强的个性，唔通伤歹斗阵，咱真正爱正做一个三和睦、三亲、三正，有人欢喜甲你牵手啦。唔是讲你要甲人牵，人人就不互你牵，有当时啊你手做人惊死，甲你斗阵的时候，互你牵着咯。日子真歹过，你若惊我来，我就变先走。所以基督徒，因为大家人咱拢伫咧超车、超车一个，我会当信任的人，然后我的手把你会牵。咱拢伫咧超车，迄、那个真正我会当真安心，甲我的手伸出去，迄、那个甲我牵手的人，是我会当信任的人。你咧超车，迄、那个我嘛咧超车，迄、那个即摆问题是，因为。咱来大声去找到一个咱会当信任的，还是咱来去大声去正做，互人会当信任的，这两项都是一个大声。正做互人会信会当信任的迄个大声，还是去找一个互我会当信任的大声。我爱正做别人会当信任的，别人爱信任的迄个大声，第一，第二是。我先去找一个我会当信任的。第二，你感觉第一较要紧，还是第二较要紧？第一较紧。咱家己爱处理 become， 咱家己爱正做，互人会当信任第一。所以，所有要改变世界上第一要紧的是，爱先改变世界，还是改变家己？家己。这世间所有的物。幸福是要对家己来自己。你若甲吼，我计想煞要做一个功课。等下十一点，咱个大师要甲咱评价的是 self awareness， 自觉。一个自觉，一个真要紧，就是 self esteem， 自尊。我想这个物件，你按照伫这个中间伫个找着，对一切拢对我开始。一切爱对我开始，你着保守你的心，也会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功劳对对开始，对心开始。因为唔忘你甲我，咱大家人努力来成做别人生命中的依靠，来成做别人生命中会当信任的你一个，好唔好？我甲你讲，这个足要紧。所以你唔是先去找，你爱大声成做。你爱大声正做，你爱大声处理咱家己，互咱家己真正会当徛起来，别人欢喜甲咱靠。你会当想看卖到即个位置，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即个你身边有偌侪人在靠你，偌侪人在依赖你。伫伊人生拄着代志的时，伊真正需要会拍电话互你，伊会甲你弄门，伊会甲你相约，因为伊需要你的意见。伊需要你的你甲伊三甲伫遐，因为咱努力吧。这是圣经耶稣的话，我用现代日本，咱到底用华语来读一个好不好？来，人在小事上靠得住，在大事上也靠得住。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，在大事上也不诚实。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的钱财上靠不住，谁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，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因为耶稣的话，人在小事尽忠，在大的事来尽忠。人伫小的事袂尽忠，伫大的事你唔通交伊，因为伊连小事你都伊都互你靠不住了，你唔通将你要紧的事交托伊。耶稣安尼讲，你也无哩？一个人，咱哩你家己大的所在，
变数造假，着把我当整理到好势，乱七八糟。然后你请伊来恁兜，甲你摒扫、弄整理、整齐，够有可能？伊袂晓。一切拢对小事开始。人来伫小事贪污，伫大个事你千万毋通甲你要紧个交托伊。我几若摆讲气场都华无话时。一寡，因为遐朋友真侪时阵拢真好个。伊若要出外，有当时爱家己，家伊个要紧个交代个事，交代部署，即摆托你甲我管理一下，我转来再落去。有当时阿拉伯唔敢两个人同时做一帮人去因办因呐，安怎样个事所个，所以拢一寡家庭因个伫必要个时阵，因会将要紧个事交托。因为你会当把你的人生交到啥人，搁啥人欢喜，把伊的人生要紧的事交到你。再讲，伫小事尽量别人来担，搁较大个代志交到。伫小事你若无法当诚实，你伫大个事人会惊你。你敢话咱的努力？后壁遮一句话，我今仔开始我想袂晓，后来我有想通。耶稣佫讲，如果恁今仔日伫咧处理今世，即世间的钱财事，恁靠不住，啥物人佫欢喜把迄个真实的财富托恁管理呢？如果恁对属别人的物靠不住，别人拜托恁管的物件，恁伫起个遐，敢偷？同领，还是让别人托你管的物件，你到尾全唔行啦，占做你家己的。有这款的人啊无？有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迄个时伫台北，迄个年代也无啊多，迄个人佫卖农地、山地，拢都爱自耕农才会当买。啊！伊唔，迄个时唔是自耕农，所以就托中埔一个人的名，啊，人介绍讲，迄个人袂歹，迄个人安怎袂歹，我给伊迄个是少年，就真正用迄个人的名买一片的山地。一段时间过了后，拍死迄个人就袂，无要将迄个财产给伊，无要把迄片山给伊，然后即卖伫遮。包括咱中间嘛，有人家己个物件建立啊。因为人到底要试验一个人财富是一个产业，是一个真要紧，钱财是一个真要紧的考验。即讲，如果恁对白属于别人的物，恁都无互袂当互人信任吗？要安怎最后将你的命交予你？即句话真正开始想，安怎想通？因为即句我所有的命，你所有的命是你的还是别人的？安怎讲？这医生安尼讲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会记得？这是真理的话，这是真理的话。两脚一蹬，什么都是别人。我是伫倒位，我是伫倒位讲的，我袂记。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我是不是我顶住？顶住了，好，真好。你怎会知讲？钱伫银行，啊！你人一定伫天堂吗？不一定，因为偌侪人伫地上，你无好好管理你的钱财；偌侪人伫地上的财务，真侪家庭内面上大的苦痰、目屎，全部撕裂。即个问题正徛伫基督徒的信仰，搁咧讲一项，上帝啊，别人面拢是你想事。
基督教的信仰，佮咱讲，咱今咱人只是一个受托的管家，受托的管家。所以，咱所有物件拢是做一个管家，一个管暂时管理上的互咱，上的托咱管理。所以，这一面拢唔是，那人有使用权、分配权，有没有所有权？没有。所有权，其实比两脚一蹬都是别人的。因为在这个家有一项上帝在天顶甲咱大家人比颁一个阳光的冕旒，是要亲像我拄只苏花即书上有即书讲的，到最后会当互上帝讲好佫尽忠的路。啊，上帝耐心伫遐共你甲我准备一个阳光的冕旒伫遐咧等，迄顶是要互你的，天顶的厝是要互你的，结果你人有行来到遮。因为你伫地上上帝托你，咱管理的物件，咱错弄到乱七八糟，咱无甲伊刻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来使用来分配，咱创了无错。那迄个上帝暂时交到咱管理，你若处理了无好，上帝最后他会将迄个阳光的绵羊迄顶方面无可能。迄真正属于你的是迄顶天顶为着咱准备的迄顶，迄顶属于你的，剩的拢唔是，剩的拢不够。所以叫我用一个字叫做 God， 上帝对我的是啥？金啊！迄个上帝甲黄金中间敢若差一个字句，敢若差一个字尔。啊，这个真容易分别一个人，伊是活伫世间，还是伊的心目会当稳住？一个稳心目稳住的，伊较重的是上帝。伊的生活，伊世间的这历程，伫世上的路程，伊心目稳住上帝，一直用伊伫咧追回伊人生的脚步。那无，人会说看恁妈那遐去，妈母遐去，然后追求的是另外一个。你是我可以看得得住的那一位朋友吗？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当我苦难的时候、流泪的时候、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吗？因为我想咱是互相吧。咱伫咧努力，特别是新的年，我以这个甲咱三个伫咧分享的是，毋忘咱拢正做一个尽忠，互相的将伊的要紧的物交托咱管理的时。咱会当甲管理较好势。耶稣讲：上帝国亲像啥？上帝国亲像一个主人，伊要离开，伊要离开以前，甲伊个萝卜拢调来，照伊个材料，照伊个能力，然后互伊五千、两千、一千去管理。迄个分家是照逐个人个能力，然后主人。交代伊讲，恁着好好啊，进来去打拼嘛。然后主人就离开去了。五千个听着，即时去做生意。讲后来最后搁赚着五千，两千个领收着了，嘛即时去做生意。迄个华语讲，两边还是讲。讲马上对吧？迄、那个交代了后，立起来就起啊！马上，你看到迄个态度，五千两千咯，你要去个主人的，迄、那个态度即时马上下掉，读到迄个一千个，第二转头睇，迄个是态度。我伫讲啦，即个，我要定心讲的是，我来讲五千个即时去，一千个即时去。啊，两千个怎啊特别大嘞？因为其实领少的人，只要你的态度积极，在上帝面前，上帝嘛会讲好不尽忠的无。那敢若迄个官夫，伊进来献伊五个、两个、半个字的，耶稣底下嘛讲，这个负责人将一生所需要拢献。以前的第八个，更加多。
所以其实照咱逐个人所领受到的，无论你的工作，无论你伫教会内面，其实你著伫甲你手中的这个物尽力尽力，迄、那个态度甲表现出来，然后伫上帝甲伫这世间的面前，你拢会看作好。耶稣讲：“你若要做我学生，你着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这是逐日，逐日都要尽心背你的十字架，尽心背你的十字架，就是你的角色，就是你的责任。所以，即久逐个人拢倒转来，我们改变这世间，要影响这世间，要用生命影响生命，会记得一切拢对你家己开始。所以，目睭莫去管别人，目睭莫去看别人安怎。”要看的是啥？家己，对我的心开始，对我内面的世界来开始，对别人我慢慢我来学，对别人甲人学落较好，因为学落别人来欢喜，对不对？那学落，那欢喜，爱做，那做较侪。我伫温哥华，我讲温哥华一个台中出身的移民家，伊甲八十外岁，这个阿公啊，才甲阮讲，阿娘，我一世人，互阮太太骗唔知，娶伊了后，就干呐，直直甲学落，我怎啊做一世人，做到伊即摆倒落去啊，我才发觉，伊都干呐出一支嘴，直直甲阿轻轻，直直甲我学落，啊，我着做一世人，还佫做到我欢喜个。我发觉，若对别人，我呾学落会较好。日子较好过，关系嘛较亲密，要牵手嘛搁牵得着。所以，咱大家真正进入伫烟火，咱有一个群组叫做烟火，听的大家庭。我望伫这个家庭内面，咱真正互相只有欢乐，互相只有欣赏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你们看这个阿仔啊，饲阿仔啊的问题，你绝对会当伫我的身上找到一块问题。但是上好，你是甲我侮辱，我才会做死。你若直直甲我嫌嫌，袂瘾做啊！啊，这个安怎做嘛？吼，啊，做甲老官吼，安怎？嫌甲老啊，袂瘾。所以人甲人啊，我想我那是，食到这个回来，你若食到我的回来，感觉真侪代志你看会开啊。主要说你这里讲啥？你是迄个人吗？还是我去找别人？你是迄个我会当信任的人吗？还是我去找别人？因为咱中间有一挂人是咧换公司的人，还是讲你已经吃到一个货啊？你想要等？你公司教下一代，你迄两三个下一代，你可能你心内嘛有咧想讲要互倒一个经营，但是日子日日过到你年老真正要放手的时候，你开始直直咧问。虽然我真爱的是这个，但是伊敢真正是我会当靠的吗？到最后你可能要交另外一个，因为到最后迄个挣扎评估了，感觉另外一个可能较好。在咱的人生到可能不管别人按怎来讲你讲我，咱到可能一直做做到最后 finally， 迄个信任是来到伫你的手。我想这是咱一个努力。所以，迄个信任，你值得我信任吗？你可以让我信任吗？迄个的确就是孤等经营，孤等经营起来。人无可能，你都无什么代志。你拢无做啥物，你拢无结出啥物，你无伫我的心上做啥物好，互我看，然后我就会信任你。是啦，一开始下我的信任，但是不能到最后要上迄个真关键的时刻，也搁要信任你。你看你有真侪底头，证明你是一个可以让我信任的人。所以遐个资料的建立，遐个背景，我想迄个是咱逐日你甲我咱拢三角来。咱三个人努力，因为耶稣讲好树会结什么啊？
好手会结好果子。那安尼，咱的大生真侪，我拄则讲，要改变这世间，上要紧啊，改变家己开始。我的努力真侪一丛好手，才会当结好果子。歹手未结好果子。所以，愿信心伫你的内面，若丰富，你就哪会当结出这粒、那粒、那粒、那粒的果子来。咱有真侪人伫咧爬山。即马伫欧美有真侪真侪所在，落雪落啊真厉害。因为迄个爬山毋是靠一个人，脚的脚程偌紧，脚的偌勇，一个人无法度当完成偌悬的山。所以即个物件拢着爱一群人，然后迄群人逐个人分配水、食、烘的、起火的所有物件。你要一礼拜，你要一个月，你要外久？迄大家人分配身上所有的器材，拢分配好。中间若一个人脚崴着，中间一个人安怎样，器材就无人会当搬。遐个物件只要一项要紧的，两项要紧的，无法当同时一路到顶。迄个过程就是大家人拢陷入伫性命危险的内面，是毋是安尼？才有爬山，所以迄个团队无论如何，就是伫迄个爬悬山真艰苦的时，也阁互相伫个努力拼到遮。你已经无体力啦，你阁吊伫半空中，无论如何，阮拢袂放弃你。你请你放心，阮袂放弃你。我想只有即款的，你袂放弃我，我嘛袂放弃你，因为咱是生命的共同体。然后咧，直直爬爬走，差不多到直直爬起到迄个上高的山尖去。因为咱有真侪梦，咱有真侪理想，但是你伫遐，我伫遐，你无放下我，我嘛无放下你。这一句话是耶稣给咱的话。英语有人会讲，这是 Golden Law， 对吗？黄金的法则，黄金律。这个黄金律，一项咱到底用华语来谈，耶稣讲的来。耶稣说：“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神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这个叫耶稣讲，所以。无论什么代志啦，恁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恁也着安尼款待人；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也着怎安尼款待人。那安尼是咱爱人，咱期待人，咱是伫对咱好，较大声，还是咱爱用安尼来对待人较大声？留意。你若爱人对你讲话较轻声细声，你毋是要求别人对你轻声细声，就爱安怎？咱大声对人讲话轻声细声，因为咱对别人习惯讲即款的轻声细声，了了才有法度，你有来照这个方式对我讲话，安尼讲讲。所以父母伫咧教囝，毋是对囝直直骂，直直骂。然后直直咧责备囝，讲你太对恁是大人无礼貌，你就爱大声做互伊看，你爱大声做互伊看，你爱囝对你讲话较有礼貌，拜托，因为因袂晓，因唯一学的对象是啥？爸母，所以爸母爱大声伫家庭内面，用迄款的轻声细声对囡仔有礼貌。对囡仔有礼貌来开始，囡仔再请囡仔教安尼来传代是吧？若无伊袂晓，耶稣的话，甲运用伫团队，运用伫教会生活，运用伫家庭的生活。这个家讲信任，你值得被信任。我想咱互相伫建立这个。因为咱较好的人生也袂活，咱伫咧努力，通过咱一个人徛在，三个人、五个人徛在，张老群徛在，执事群徛在，然后咱的整个教会全安尼伫伫被装备起来，
即个只耶稣，搁对咱讲的话，咱搁一摆来讲一个话。来，耶稣走进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一切的命令。记住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日。”像这个真要紧的是讲，耶稣对伊讲，天顶上帝已经将天顶甲地上所有官兵拢给我了，所以恁就去。你著记，意思是啥？上帝给我的，我交代恁；我上帝给我的，我嘛给恁。所以恁就带着这个官兵，上帝给我，我嘛给恁的这个官兵，恁著记。所以耶稣大圣安尼伫咧宽待，耶稣大圣安尼信任你，上帝嘛将这个信任加一个新的一年交代伫你的手中。所以你即摆领受着这个被信任的一年。你开始要安怎，你咱就去。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书架，是一个受拆遣的、被拆遣的使者。基督徒是一个互上帝信任的人，上帝大声信任咱。即马过来问题是，咱要安怎做甲被信任 ？OK？ 也从恁若家己安尼，然后恁来去教导别人，影响别人嘛，互别人亲像安尼。你若会当甲即个流程行了？上帝讲，我要跟你同在，到世界末日。你来当把这个流程拢行了，上帝讲，我要跟永恒教会同在，永恒教会成做一个永光的体。因为这敢是咱所爱。只有一张青竹的花，因为咱去年咱送物件去倒位，有尴尬。咱伫去年十月送出的物件哦，安尼走去到肯尼亚，怎啊调伫肯尼亚的海关？啊，肯尼亚海关要甲这边的荷兰的到位，非洲的到位，听讲要海关要查着，要着钱，所以遐嘛无法度通哦交遮的海关的钱，啊，就怎啊退去遐？啊，原来中间哦真侪就产生一寡问题。啊、所以去平去个遐，嘛唔知要哪创。啊，一个，嗯，啊，敢若一个海关是两个国家的海关，一个是肯尼亚，一个是乌干达。敢若伫肯尼亚遐就调去遐，调无到去。啊，伊嘛有钱，通去去拿资料。啊，即唔忙咱的办。啊，咱嘛讲哇，即咱蛮困难。后来佫请求我红十字会、世界红十字会，我会当斗三工；啊，展望会，我会当斗三工。协调啊，到尾啊，讲嘛有困难，所以也阁真侪困难，感觉伫咧走走。伫春假迄个时，咱伫旧年过年，我阁甲迄边的人拍电话，讲即马情况安怎样？伊讲我伫电话中，我讲啊，即马也阁真努力啦。啊，就因我甲伊讲，顶礼拜礼拜煞，顶礼拜礼拜煞，我讲张乐强老的。啊，所以咱张乐做着了，讲哇，这个后壁唔知要安怎收拾，只要要值钱，可能乌干达的海关嘛，要值钱。啊，这个咱所有运费拢了啊，啊，迄边的教会欢喜甲他们来担待，啊，咱遐嘛做了欢喜甲他们遐拢出去啦。但是有两个要素无啊，都通克服是海关要甲咱赔偌济啊，海关税，两个海关，两个国家的海关，啊，两边非洲拢伫咧开。开嘴，开大嘴，啊！所以全拢调调啊！咱顶礼拜礼拜煞，我甲几个长老见面了，后壁放弃啦，放弃啦，放弃啦，因为只要咱若附加了，乌干达遐毋知要搁摕偌济钱，干脆伫遐就放弃了。啊，因嘛应该会全分落当地荷兰去吧，无走到乌干达，我全伫肯遐。所以咱顶礼拜礼拜煞决定啊放弃，但是心理上。我想讲，伫迄个暑假，我有甲因的人去联络，因讲，因甲我讲，黄牧师，恁台湾若放弃，有搁较安怎辛苦，我嘛搁去赚钱，去募款，各所在去赚钱，要摕到遮个面，因为遮个面恁遐尼辛苦送来到遮啦，遮个面是阮当地上需要的面，
无论如何，阮若要去赚钱，我较辛苦。安尼啊，话你真正要安尼创吼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著家己，我伫店内怎么家己讲，无安尼啦。恁哪会当？恁哪会当？伊即摆已经摕着数字，讲乌干达，乌干达遐要甲因摕5000几块的美金啦。啊，因要负责迄边啦。啊，若只个只咱无法度通创，啊因嘛拢会创啦。讲好啦，若安尼吼，恁真正迄个真心话，伊讲要摕即个空间啦。啊，恁若真正要提，安尼我甲阮教的人过来拢会讲啦。肯亚只个只。这个海关2340块52仙的这个海关的费用，阮这边这个价，我来努力看看，看看会当付一条。哎，我讲，请恁的主教甲我写一张批，证明讲好，这边这个价咱若处理，台湾若处理，那边遐恁教会完全应付这个。恁的主教写回来，讲拜托，咱若会答，哦。即、这个2340块52仙呢，肯定啊海关要滴个钱，看咱会当帮忙无？另外一边也要联系嘛。啊，这是即几天昨日我突然想，啊，唔然安尼，因为昨之前我接到一个物件，我送到伊遐去。因为这是对我来讲，是我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，我目屎就流了。我讲，太代志太变化遐尼大了。这中间我嘛也都唔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是不是因那边遐的人大声去撞钱，去把这个先处理掉？但是只要我得到的其他的批 email， 是按我去跟肯亚遐的人。一个边上面联络，因为迄是肯亚遐还肯亚遐，但是这若无去付钱，应该物件袂贵啊。我即边也有一寡物件无清楚啦，但是即摆就是因已经先上起价啦，上来讲，啊，佫伫 email 内面讲哈利路亚上的已经大做工，即、這个物件已经到遐，啊，到底到遐是安怎又到遐，我即边也都唔知影。我想今仔日只甲咱分享。因为我伫遮要甲咱，请咱三个来做一个见证。咱来讲生命的见证，咱来讲信心爱有行为，咱来讲基督徒的信，因信称义，因信得生。其实迄个信是啥？就是甲上帝保持合宜的关系，甲上帝保持合宜的关系，然后深深相信咱一边咱。在咱这边人，这边人尽力，出咧交互上帝；人尽力，另外迄边交互上帝。但是人这边咱若无尽力，人这边咱若无好好同心合力牵手，上帝遐永远袂出手。我写过中间我讲，感谢上帝，上帝予 impossible， 上帝已经予无可能的事变做可能 ，impossible。所以真正是感感谢，佮倒转来，即个只我看，做一个忠实上帝的奴仆，做一个忠实上帝的百姓。我看即个只有四个原则，啊，咱来读一下好唔好？第一，世间的积分有还家一边，第二，完成所托付予你的责任。会带来更加大的信任。第三，所做和交通你责任的人欢喜，是起造家己更加灿烂未来的基础。所做交通和交通你责任的人欢喜，会起造你未来更加灿烂的基础。第四，做一个可靠尽责的人，最后会得到人的信任。积分有关系啊无？无关系。咱敢若有分别，无关系。然后你怎样做，佮对细个、对小块来做，大家人拢对小块来做。所以我毋忙所有的兄弟，你离开，你礼拜三离开了，伫你边仔看好真济。咱若开会的所在离开遐，伊遐倒啊拢佮我排好真济。
对小所在，咱来表明咱是一个忠心的人。再佫有两位的圣经，咱斗阵过来读一下来。主人对官兵所要求的，就是忠心。佫来，主人对官兵所要求的是啥？忠心。只有忠心而已。迄个启示录伊会应允讲，你着忠心到死，我就要收拾你性命的怜悯。你要尽忠照到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OK， 痛心需要行动，痛心无行动是死的。唔忙，咱直起做，直起做一个感动人的故事。啊，愿上帝听甲贵人甲你啥都知，用这款的信心甲行动的脚步来完成咱2017年的道路，感谢来祈祷。愿主上帝在我的中间，愿主上帝的贵人甲听动交在我的中间，愿以马内利的上帝甲你三同行，完成2017年的工程。我来祈祷，感谢各自信仰。阿门。